林公子，谢谢你又救了我一命。蒋小姐言重了，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医生的本分罢了。送你个香囊，略表谢意。江小姐，这是您的随身物品，我可不敢收啊。林公子，你都救了我一命了，这个香囊就当一个信物吧。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，我们家很厉害的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的。林公子，你就收下吧。好吧，这个香囊呢，我可以收下，但是这个约定呢，只对你有效，和蒋家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你我之间的事情。嗯。